各位网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士林站，我们现在是要去士林观顶看菊花展，我要从二号出口走出去，这里是二号出口。二号出口，往这边。这边都是从那个菊花展走出来的。很多人要往菊花展去参观，吴林里办公处，士林官邸前的大楼都已经建好了。今天要去参观的人一定很多，这个大楼就叫做士林官邸。终于到了，2017年士林官邸菊展，众生云集，免费参观。这是入口处，哇，这边人蛮多的，还有游览车队都有来，游览车。对。满满的人哈，这是韩国队。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。
要的，不是不要的。最近最众生云集，这是例假日活动的表演团体跟时间表。这是士林官邸公园游览导览图。欢迎加入士林官邸游客 BFB， 获得士林官邸大小事第一手消息。大力局，这个